就人也能我自己都对我钦佩。知道我要当你的嘉宾的时候，我马上，我应该是马上当下就答应了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当下答应以外，还推掉所有的事情。虽然你跟我的青春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的中年跟你有关。听到你这样称赞，我觉得是非常荣幸，因为你身边那个人也是很有才华。但是等一下，我有才华，干他什么事啊？等一下，可是呢，他有才华，他有才，我觉得他的才华，所以你才要来。他的才华不输我，所以我从你口中得到这样的肯定，我觉得真的很荣幸。可是虽然他才华不输我，可是有一点，我真的赢他。你知道是哪一点？眼睛吗？没有，除了眼睛以外，还有一点，就是对，我很会求婚。我要开始中年以后跟你也没有关系了。不要不要。